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神来点评。本期要来介绍新的 iPad mini 哦。第六代 iPad mini 最大特色就是和 iPad Pro 与 iPad Air 一样，采用了全萤幕 Liquid Retina 显示器，从原来的 7.9 寸变大成 8.3 寸，再配合上新的横向立体扬声器，观影体验更加分哦。跟 iPad Air 一样，不仅采用了 USB-C 连接部，就连 Touch ID 也整合到了顶端按钮，轻轻一按就能解锁。同样也能使用第二代 Apple Pencil， 要配对或充电的时候，只要透过磁力吸附在 iPad mini 上就行咯。这次 iPad mini 配备了性能更强大的 A15 仿生晶片，十分适合用来玩游戏，所以接下来就来介绍能无限畅玩的 Apple Arcade 咯。Apple Arcade 现在有上百款游戏，动作、竞速、RPG 等各种类型通通有。喜欢篮球游戏的玩家可以试试看 NBA 2K22 Arcade 版，选择你喜欢的 NBA 球队，和朋友一人一只手把，随时随地来上一场。喜欢在音乐游戏中畅快抒发，就不能错过太鼓达人，多首曲目让你尽情享受。喜欢飙速快感吗？Apple Arcade 上还有 Sony Racing 等赛车游戏，来满足你的飙车欲望哦。想要多人一起同乐， Apple Arcade 也能满足你。以上就是本期的神来点评。如果你在 Apple Arcade 上发现了其他好玩的游戏，也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哦。神来点评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